好，我们呢看到西藏政法的代表啊，也看到呢风浪特别的大，那我们也祈祷呢整个在晶片 AI 的运行的过程当中，因为 AI 就是神经突触，人类跟神经突触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因为它要从无中而生有来做架构。那身为人类最重要就是因为有镜像神经元哦，它就是一个高度同理心的智慧，所以我们呢透过呢在扣钟的时候，我们这边的风菩萨们一定要正式皈依啊，完全要交托弥陀佛。过去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随时都是在展现出这个地水火风，其实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飞雷急电测距之中，不知道说凡事呢一定要有它的规矩，轻重缓急。那我们现在呢能够透过在台湾台东，也就是晶片的发源地，人心善良之地，全世界只要有五人愿意呢好好的尽心尽力，能够为土地来做一个圆融的净化，这也就是地球母亲以及虚空藏菩萨银河系，我们在此呢以秉持着能够透过如何去做一个转换，那我们同声开口，为世界和平，为人心安住，为我们来到佛国真正的将阿弥陀佛的国度降临，我们同声开口，为此刻真正的能够伫立在脚下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命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天地，盘古开天辟地，新天新地，新的文明，新的佛国在地球彰显。我们也期盼风来仙岛所有的万姓万灵，透过此次都能够入娑婆世界，来完成本师释迦牟尼佛500大愿。创举就在人心，人心觉醒，每一个当下是让我们学习安然，以及让所有的清净功德，我们都从地水火风空见识所有的这些伪宗旨，转为人类的心性之光。我们同声开口，为10月19日2024年至10月25日，我们也开展从时空的统一，我们将他方国完全进入到36万亿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，我们为此世界和平，佛国人间彰显。扣钟背后的万姓万灵及十方法界众生，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能够遇到善知识，会善知识，集善知识于一处，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，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，就如同星宿在天上一样，并转换自身的神经、血液、细胞、染色体、DNA、RNA、基因、原子、原子核、质子、电子、中子、微中子、微子、量子、光子、超光子，乃至于心性之光等所有结构，转换成无量光、无量寿。感恩再感恩，无限的感恩。弟子是众愿持念，愿粉身碎骨在所不惜，法身遍满虚空，承担于一切，只愿成就大众。阿弥陀佛。因为呢，水是代表流动的，也是代表固体、液体、气体。我们从坚定的智慧，就是要透过海水，在人体里面68%-75%是由水来架构的。相对的，大自然、地球里面本身就是一个蓝色水星。我们也期盼呢，透过水的流动，让我们信心更加的肯定，有个坚定。屹立不了的智慧，如同钻石的清净，所以我们以钻石智慧再次的站在台湾台东河滨，也就是我们的太平洋，从东太平洋、西太平洋、南太平洋，以及我们要重新架构，也期盼呢，太平代表昌平造字，就是整个和平了。我们也期盼
呢，只要宇宙当中在五个人都能够诚心正义发大慈心，我们让所有的海水，从地藏经里面告知我们的，从大海、海洋、河流、海纳百川，我们在此刻创造新天新地，地是人类的创举。我们同声开口，为宇宙展现所有的清净，佛果人间彰显。我们为此合兵公演，以所有的太平洋、直布海峡，以及我们所有在长江、黄河大汇集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所有的觉醒都是步步合一和平。我们为世界和平同声开口，正式皈依启动。皈佛、皈法、皈身，皈佛两足尊，皈法离欲尊，皈身众众尊，皈佛离开地狱道，皈法离开恶鬼道，皈身离开畜生旁生道，皈佛尽，皈法尽，皈身尽，皈佛皈法离身，皈佛两足尊，皈法离欲尊，皈身众众尊，皈佛离开地狱道，皈法离开恶鬼道，皈身离开畜生旁生道，皈佛尽，皈法尽，皈身尽，皈佛皈法皈身，皈佛两足尊，皈法离欲尊，皈身众众尊，皈佛离开地狱道，皈法离开恶鬼道，皈身离开畜生旁生道，皈佛尽，皈法尽，皈身尽，皈佛皈法皈身，皈佛两足尊，皈法离欲尊，皈身众众尊，皈佛离开地狱道，皈法离开恶鬼道，皈身离开畜生旁生道，皈佛尽，皈法尽，皈身尽，皈佛皈法皈身，皈佛两足尊，皈法离欲尊，皈身众众尊，皈佛离开地狱道，皈法离开恶鬼道，皈身离开畜生旁生道，皈佛尽，皈法尽，皈身尽，一切归白尽。所有的万教齐发，真正的呢达到呢万丈光芒。我们同声开口，透过在宇宙的核心，深深海底行，真正的定心，海底真再次的开展。我们同声开口，为佛法代表觉醒的世界，我们放光圆满，也期盼所有的族别他方国共愿共成，完成照在永劫。阿弥陀佛，觉醒的团队国度在台湾彰显佛果，我们同声开口，为此圆满欢天喜地放光起颂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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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感恩